你要喂妈妈吃一块蛋糕吗？这么小一块哦。不是自己吃哦。妈妈那里看，妈妈那里的静宇职工哦，大姐，看那边。你要喂妈妈吃一块蛋糕吗？这么小一块哦。不是自己吃哦。冷冷，你要喂妈妈吃一块蛋糕吗？你剥一块蛋糕给妈妈。妈妈最喜欢吃。也太小块了吧。对啊，你要自己吃没关系啦，自己吃就好。对，我有妈妈吃完，妈妈会叫他们吃。对呀，对呀，就是。